准备完成了，那我们就欣赏这两位的带来的表演吧。忙碌了一天，累死我了，来关店准备休息吧。哎，这位客人，今天我们已经打烊了。原来这就是阳泉酒家的待客之道啊！把大老远慕名而来的客人赶走，太无理了吧！啊，真是抱歉，您请说吧，不管您想吃任何东西，我这就做给您吃。呵呵，那么就请你做蛋料理给我吃吧，但是可不是单纯的蛋料理而已哦。不是单纯的蛋料理。没错，你必须用三种蛋，我希望能一次吃到三种蛋口味的蛋料理，做得出来吗，小鬼？三种口味的蛋料理。我明白了，请您稍等，我这就去为您准备。可别让我等太久啊！好，开始吧。嘿，咻！看了肚子好像有点饿，是不是？大家是不是也很想要尝尝看这种三种吊蛋的料理呢？有吗？很想吃吃看吗？